姐夫。尽了世间事，混作普通一片潮。哎，姐夫，你这没数码？我手机不是前两天坏了吗？手又不划算，就又买了个新的。这个手机可贵了，快6000多了，你真舍得买？其实这个手机没那么贵，我是在钻展 APP 上买的二手华为 P Pro， 只花了3700多，比新手机便宜将近2000多。二手的，你不说我以为新的。对，我也没想到钻展上那么划算，而且还有专属的验机报告，5000块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，还保修1年呢。你要是换手机也推荐去钻展，真的靠谱。嗯，还真不闹嘞，先给我用吧。调皮。亦未平复，始终争斗，又有喜，又有愁，就算。